好，疫情趋缓之后，对建商来说也要拼起来了。有建商业者抢搭三倍券的顺风车，最高可以用4张的1000元抵用券换40万的房价。又业者推出下单签约就可以抽宾士或是 LV 包包，就算只有赏屋也可以抽家电，也带动30%的看屋量。厨房空间还有双水槽，一边可以洗碗，一边可以洗菜。更重要的是，现在买屋还搭上了振兴券风潮。7公分的钢琴烤漆，厨房使用起来更符合人体工学。现在换屋族纷纷出笼，业者也端出3倍券，能够放大100倍，一张可以折抵10万块，而3房型可以折30万元，而4房型最多能够抵到4张，也就是现赚39.6万元。如果是真的刚好是有那个需求，您当然可能会觉得说好像还不错，跟10万块还差得很远呐、啊。买房子的钱跟这个3万3千块钱的比例差很远嘛，就是。不无小补了。不止这样，像是海悦下单预售案可以抽宾士，而赏屋还能再抽家电。而创意家除了3倍券能够折抵房价之外，买房还送冰箱、洗衣机等5大家电。而上洋国际则是购物就再送 LV 包。这边你现在可以看到啊，是我们的一个进口厨具，这是我们德国的。人员细心解说，各家业者拉拢买气，光是5月份的总成交户数就比上个月攀升了38.5%，而成交金额也提升了23.7%。针对首购族或者是两房这种小平数部分，有做比如说送家电的这些买卖跟优惠。那其实我们有中间的这部分想换屋的族群呢，其实它被忽略掉了。我们评估现在目前的数字已经带动至少30%。看准后疫情商机，各家业者都各出奇招，要再冲一波房市销量。东森财经新闻，徐亚竹、刘子腾台北采访报道。